大家好，我是某 A， 欢迎回到 Kingdom Rush Frontiers 的世界。终于到第十二关战役模式了。科拉神殿看来只是通往一个直接在山石上发出的巨大地下迷宫的入口。有传说警告我们，这里有着难以名状的邪恶，也许真相就是在里面。我们必须深入迷宫，不能半途而废。但如果我们面前只有这无尽的黑暗，那还算是好消息了。这关战役模式算是熟悉下敌人的新兵种，所以没有什么太多需要注意的。红色箭头所指的地方，第一时间升级好地震塔；蓝色箭头所指的地方，建造兵营，慢慢升级就好；黄色箭头所指的地方，建弓箭塔。从这关起，会有蜥蜴人潜伏者，他被攻击后会隐身一段时间，隐身状态下可以直接穿过我方的兵营的士兵，不会被攻击。但在现在的布阵下，潜伏者隐身状态结束后，依然在黄色箭头的弓箭塔的射程范围内，弓箭塔可以补刀将其消灭。所以这三个地方升级完成，其他地方随意建塔就好。稍稍注意一下就好。
又是一波空中部队，用援军和流星雨辅助下就能轻松挺过去。Rapid fly!
三星通关，谢谢大家的观看，拜拜。